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那我以前泡妞一定是写卡片啊，字蛮丑，字很丑吧？字蛮丑，看得懂，这样才会很精简。所以我进入林真心，就会觉得你这个男的很烦，为什么要这样？那个时候是真的。那你说这样怎么判断呢？有的时候是真的，有的时候是假的。女生就是一个很难懂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特写女生真的很难懂，女生是很难琢磨的。本周是晚间11点，台湾启示录，重回美好的年代。